说，去哪儿？这又不是我干的，我能知道去哪儿？你定，事儿是你揽的，你定，那就我定。侄子令牌，你可以全院行走，暗访问话，不得让任何人知道你在找什么。你都猜不到这是个什么东西，你躲不掉。闭嘴！许你一个时辰，各保各密，别浪费自己时辰。时限到，是若办不妥。明白。若办妥了呢？一斩。凡是局中的人，都想法给自己留条活路，敢不敢赌一赌？我可以在这个府里为所欲为，你觉得有机会吗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吗？谁活我？我听。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。瞎扯。咱俩顶多算并排行船。如果我说，整件事还没结束呢。